赵云你们熟，可边上赵云你们熟吗？赵云的机制适合打野，可赵云的三个技能更适合闪现。赵云带闪现可以说是脸上贴金，菊花上水，特别是配合上大招，完全可以打出一波出其不意。这个距离三个人。都说赵云的大闪是全峡谷难度前三，我不信。看这波两个机位，就这个距离，他们活不出二塔。垃圾。这次的火候应该差不多了，别急，要打我就打四个。你们要记住，人没了可以再复活，但帅却是一辈子。这个机会，啊，好、哦，大丈夫能说能上啊，呸啊，能屈。你们知道赵云玩家的梦想是什么吗？不是打上国服，也不是貂蝉，而是一个完美的雷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同学就会说了，你这个赵云带个闪现也没啥屁用啊，老弟，这件事你怎么看？我用眼睛看。我是问你有什么意见？我认为赵云带闪现还是很有用的，但是你带闪现确实没屁用啊。小了，我只能说你们这群人格局小了，没有刚才的练手，怎么会有这次贯穿时空的雷霆呢？这里我也是相当建议诸位想下分的兄弟们一定要去试一试边闪赵云啊，开个玩笑，千万不要在排位赛这么搞去坑路人啊，这非常的不道德。当然我不一样，我是五排坑自己人。